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木头造的鱼木鸭，小马的骨。嘿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小马的骨。好嘞，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驯龙高手》第七季。感谢小伙伴们收看。咱们在上期是收集了一些骨头以及肉什么的，做了好几个龙的款待，好像。龙，我款待呢？看我干嘛？我没拿啊！你做的在你背包里，我怎么拿呀？不是，你刚刚是不是扒了我了？我扒了你，我也拿不下来呀！给他吐出来！快点！上机喂给你自己家龙了。我记得我做了20个，你欠我20个。做了20个，你就做了2个，顶多做2个。包括在上期不是跟小伙伴们说我们在线下会把那个桶装生物给它加进来，已经加进来了。这边的话，这个建筑就是我们用来养这些小动物的。还有在那个悬崖上面，悬崖上面那栋建筑是我跟小石头睡的地方，当然内部的话还是没有装饰的。对，你赶紧踢皮我，天黑了。这边小动物有牛羊还有那个小鸡，本来小石头想养那个老王来着，被我一顿胖揍，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把老王的皮肤改成小铃铛的，咱们可以养小铃铛哎。啊，也不行，也不行、啊。你这是叫做太岁头上动土，懂吗？快来快来睡觉，快来睡觉，天黑了。不是，你好歹把咱们两个草给它搬进去好吧？虽然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可以遮风挡雨的好吧？我懒得搬了，赶紧睡觉，快！外面也挺好的，反正没下雨。我去找地形，结果你却给我偷懒，好家伙！睡觉。OK， 咱们这期的话，那个，之前不是获得了很多那个龙蛋吗？偷哎呸，拿来的。对，咱们做一些那个孵化龙的仪器，把他们都给孵化了吧？可以，可以，可以。这其中应该有冰系的龙，有冰系的要用冰的，但是要冰的话，我们现在没有那个精准采集。精准采哦，它要碎冰吗？还是蓝冰？对，它要那个碎冰。精准采集附魔术很简单，咱们去到地牢里面去找，或者是不是打一些怪，它会掉这些附魔术的吗？对啊。你要死坏！我就知道。哎，你怎么跳上去了？我不知道，你刚刚打着打着我就上来了。可恶！这进来的第一层，这里我们是打算，在这个位置放上那个孵化龙蛋的仪器，在这里孵化龙。然后这边的话就放一些箱子啊、合成台啊、熔炉什么的。二楼的话是我住的地方。然后这里有个小阳台，不是你几个意思啊？什么？我不是你的小表妹妹了？呸，小表妹了吗？小表妹怎么了？小表妹，这个阳台你居然不用栅栏拦着，你就不怕我失足掉下去啊？不怕呀，我给你买了保险，我怕什么？可恶，你不心疼我，小伙伴们心疼我。那这样的话，三楼我就可以去领。哎，行，你就睡三楼吧。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嗯，啊，这里面那么黑，你要睡小黑屋啊？对啊，你不怕黑吗？胆大的头头啊！算了吧，我还我。来了来了来了！哦，上面有一条龙，哪里哪里？金字塔2条！哦，金字塔！快！后天护卫又来了，我来，我都把斧子上来老高了。你别往这边拍好吗？
你怎么又死了呀？哎，哎，你这后庭护卫，人家后庭护卫是消耗装备武器，你这后庭护卫是消耗呵呵消耗保护的对象。哇，哎，这个金字塔怎么那么高啊？有两个。哎哎，跳不上去，电线方块。凿开呀、啊！凿开，进去。哎，这上面这什么东西啊？这个可以带走，直接往下挖呀。这里还有蛋，蛋呢？蛋在底下，看到没有？还是那个法老，那个法老龙的蛋。哦哦哦哦，先给他带走，把罐子，罐全打掉，罐子没有东西，有骨头哎。怎么挖矿都不用去挖了好吗？这么多罐子。对啊，它里面掉了好多矿物、啊。那另一个咱们就不去看了吧。可以。哎，我记得好像什么生物打它也会掉那个附魔书来着，你还记得吗？精英怪，那个精英怪，要是敌对生物才会有精英怪。你不要去找精英怪吧，你精英怪打喂。耶，你要干什么？好多蜥蜴。你怎么来到那么危险的地方？这是个什么？一个小遗迹吗？展翅石砖，那里面肯定有什么东西。哦，也是一颗蛋，羽蛇神的蛋。羽蛇神，好家伙！好家伙！小木箱。羽蛇神。快快，罐子砸掉，罐子砸掉。我很好奇这羽蛇神孵化出来是什么样子。它是冰系。外面看看呀。它是冰系还是火系的？应该是火系的吧。你去外面看一下，外面看一下他爹长什么样。嗯，请问他爹是哪位？他爹应该在附近。是那个吗？都是蜥蜴人呢。蜥蜴？哎，不是蜥蜴。杂交的？是蜥蜴。哎，他爹呢？杂交品种。他爹为什么不在这看蛋？真的是跑了。不应该是母的看蛋吗？哎、你什么逻辑啊？出去狩猎，母的要出去狩猎，公的会在家看蛋啊？对，这年头是女权主义了吗？什么女权主义啊？你不知道雄狮跟一般都是雌狮出去捕猎，雄狮躺平吗？我怀疑你在给我洗脑。哎，我没洗脑，这是从小我看科教频道总结下来的经验。你这人关注点就有问题，你知道吗？你人呢？不是，你没事看这种东西干嘛？动物世界谁不喜欢看呀？真的是。去打岩浆去。捅给我。我也先看一下这羽蛇身孵化出来是什么样子。偷，快过来，有个精英怪。啊，精英怪你就找到了。我找了好久，一个中世纪的小城镇、哎。你怎么跑这儿了？这好多怪呀、啊！这你怕什么？他们又没有远程的。你看，哪个是精英怪？底下这个吗？直接这样打他就行了，他防御好高。啊，我来！哎哎，他仇恨在我身上，仇恨在我身上，你跑什么？我来！我他防御好高啊！他不打我就好，我在下面刮痧。来，那交给你了。我去周围看看。不、哦、是掉附魔书了。掉了吗？采集，我的精准采集，我的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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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看到没有？什么生物啊？血色点。不是、啊，哎，快走！底下还有怪，底下还有怪。你别往下面走，你上来啊！上来了。有还有精怪吗？再掉点附魔书。好像就一个。什么？就只有一个、哦、这下面有箱子吗？有，那个我看到了，那帐篷里面有。我、哦、这样打他们好爽。哎，哇，你山怎么那么高啊？你看，好爽，这样打。我呵呵，这怎么那么多怪啊？跟刷副本一样。他们原型全是村民啊。掉什么了？四四方方的盔甲。哎哎呀啊！为什么被打下去了？哎，你别急我，哎哎，
你又打到我了。哇，还四方方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会是肥皂吗？哇，什么东西啊？四四方方的铁板，铁板是用来做什么装备的吧？应该对，好像是用来做中世纪。我的天，你看，好多的，哇，你看箱子里面发财了，好多 好多木头啊，十颗钻石，刚刚真的假的？十颗钻石，我去对面看看。哇，古老的头盔，哇，好多附魔书，横扫之刃，力量。把木头拿走。还，哎，他这个靴子为什么是个项链的样子？保护，击退，衰落保护，还有连体裤，不是，穿上这个连体裤，他怎么上厕所啊？我很好奇。他那连体，他那不是连体裤，他那是裙子。哎，你干嘛不拿你个东西？不至于，铁子。他叫连体裤。哎呀，叫连体裤吗？还不能说你啦！快踢逼我！快踢逼我！快踢逼我！有问题就肯定要问啊！还好 ，nice， 啊！救命！救命！救命！后踢不会！哎，他死了！快翻箱子！翻箱子！还有一个箱子！好多短剑，好多盾牌，哇，还有盾牌、面包，看牛排。它短剑是有属性的，找个好点的属性。哎，怎么都是普通的短剑？哎，又来了！哎，这服了你老六，铁针翻箱子你打我，铁针带走。你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你救救谁啊？救救我！救救我！你在旁边别翻了，你看你后面，你救救我！你救救是谁啊？哎呀，你舅舅是谁？打他呀，打他呀！我盾牌爆了！打你舅舅？你确定要我打你舅舅？那不是我舅舅，你打他呀你！你看我怎么打他，他都不理我，他只对你感兴趣啊！你追了，求求你了！你追，别死！我不信你会爬楼梯。我水下速决，塔上面也有那个，也有箱子。我有稀有的，哇！我在搜挖稀有装备。先回去。啊，这没事，我已经赚了。给他附上啊！来，铁针。铁针。给。来，钻石镐直接上去，好吧？精准采集，哇！我手上还有个无限，刚刚我搜到一个无限，舒服了。放箱子里面，先放箱子里。可以。哎，好多岩浆桶哎，好赞背包。我这里还有好多小箱子，给它放上去。哦，原始猛犸象大脑，好家伙，这个东西能吃吗？这东西吃了会不会加智商？快给我吃！你笑什么？你吃，没事，没什么，你刚刚出现幻听了。我现在不饿。附上了吗？附上了，我去挖冰去了。咱们去找雪月。好了，咱们接下来把那个什么火系跟冰系的蛋都给它孵化出来吧。可以。好像可以继续哦，这个幽灵龙它是冰系的。那就放冰系里面了，我去打水，我刚好在家里做了一个无限水。炼狂魔可以了，可以直接孵化出来了。下雨了，长什么样？来睡觉，快在雨中睡觉。这法老龙应该是那个火系的吧？试试看。法老龙在沙漠应该是火系的。哎，火系的。沙漠里面的龙一般都是火系的吧？这边骨髓龙，你这边水桶放上了吗？放上了，我桶比较少。困惑巨兽，是，不对，你刚刚那句话，你不觉得有毛病吗？嗯？什么？没什么。嗯，我就说了个嘿，好累，怎么了吗？没什么。嗯？
那什么、啊？哎，我早就不把无限水放那么远了，我要来回跑。小脑、啊，我感觉我像个挑，我感觉我像个挑夫，你知道吗？在拿着两个水桶在这里疯狂。哎，雨蛇神，然后还有那个幽灵龙，剩余的几个蛋，什么声音？我听到什么声音？雷了，刚才打雷了，没有听到。哎，受不了了，这个龙伴着我一个桶，我要把它放出来。还有鹦鹉龙跟拥夜者，干嘛？别打我啊！看一下鹦鹉龙，鹦鹉龙是冰系的，拥夜者的，来，也是冰系的。哎，你这个水桶倒的，哎，手抽了。好，接着打水。好了，我身上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蛋可以孵化了。不对啊，你有六个蛋啊？不对，你六个蛋要化了，快看看哪六个蛋。你信不信我让你喝六个蛋？人家是喝六个核桃，我让你喝六个蛋。孵化了吗？孵化了吗？都孵化了。睡个觉，等天亮看得清楚一点。好，先睡一觉。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什么羽蛇神龙的蛋，我真的很好奇它长什么样子。它是不是长得像蛇？不知道。咱们去下面放吧，这上面有点空间不是很大。你去下面，你要做那个啊，要做那个什么巨龙宝珠，要不然你怎么把它们带上来？你按那个啊，它有个键好像可以让它跟随你。哦，不对，哎、不对，看我直接养在三楼不就行了吗？嗯，你就睡外面吧。好，先看一下这个羽蛇神，哇，它是个母的哎。你怎么看见呢？它上面有显示啊。哦，小蛇好，生成，哦，哇，好帅。羽蛇龙长这个样子的，好帅啊！哎呦，你看那个翅膀前面，它的外观像是咱们东方的龙跟西方的龙结合哎。对，我也是这样说这个。小蛇是太小无法骑行，开心宝宝杂食类，它吃肉也吃水果，也吃蔬菜什么的。可以的，不挑食就好。再看一下烈焰狂魔，小烈烈。嗯，这个练好。嗯，耶、yeah, ，好丑，好丑，给你了，我不想要了。啊！哎，人家战力很强的，好吧，他会吐火的。再看看那个鹦鹉龙，把门关上，让他跑了。好，小鹰鹰，哇、哦，好家伙！哦，外观跟鹦鹉长得好像。对啊，到底是鹦鹉出了轨，还是龙乱了情啊？下一个，再看下一个幽灵龙。哎，取名字好麻烦。别输一二三，你看我起名字一，你叫一一，你叫二二，你叫三三，你叫四四。这幽灵龙也好丑，尾巴吊着一个那个万圣节的南瓜灯。再看困惑巨兽，好 OK。 对，好肥，不是那个龙王吗？这是龙王吗？你仔细看，好像那个龙王，看到没有？等一下，看一下正面，哇，真的好像，是不是好像那个龙王？你说不会养大之后就是龙王吧？有可能。哎呦，他技术血量挺高的，爱吃肉，他现在是无聊状态。哇，技术血量怎么那么高？比别人高了三倍，比别的龙。然后是骨髓龙，好 OK， 好痛。我可以把他打死吗？他这个翅膀怎么这么短小啊？哎、让我想起来那个奥尔良鸡翅。看起来有点营养不良的样子。还有一只，一副黑眼圈。
还有两只拥业者跟那个法老龙。啊，法老龙我知道长什么样。法老龙叫他小老啊，小老是什么鬼？法老龙是已经看过了，然后是拥业者。哎，我本来想打符号的，结果符号打不上去。哟，哦哟，哇，好看！这个还可以，这个好看，有点像那个，像那个叫什么来着？你看它尾巴的形状像不像一个钥匙扣？可以拉一下，拉一下可以打开它。像那个好吧，像那个海那个船锚。什么船锚？船锚啊？不对，男女的符号好吗？这是男女的符号吗？那这是男的还是女的？你看它呀，靠近它。我看着。不是，我说你不是说这有个男？你说后面像男女的符号吗？这个符号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个是男的，这条龙是男的。你要看，你看着方向好吗？你针对的是他头这里看是女，然后在他尾巴这个位置看就是男啊，男符号啊。真的假的？不是，我感觉你在诓我。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先结束这一期了吧。好的，等咱们线下好多龙啊，线下的时候得做一些那个巨龙宝珠，先看巨龙宝珠怎么做的。冠法铁锭，我青金石甲铁锭，然后是那个金锭，这些材料咱们都有。对，线下咱们把它做起吧。好嘞，那亲爱的小伙伴们，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小伙伴们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点赞评论越多，更新越快哟。